亲爱的，今天要转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来第一次挑战环保扭蛋。哎，可是好贵，一颗要150，一颗100块啊！哦，100块哦，50块乘以2，我也是150哎。那这一家比网路上便宜，然后推荐大家来这边转这一台。那我们今天要转的是什么？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要转的是环保扭蛋。环保扭蛋意思就是它就是没有壳，它本身这个样子就是它的壳。我们今天要转的是拉拉熊。它是谁？它是懒懒熊。对，它叫做懒懒熊。对，它是日本的。你也可以叫它牛奶熊、小白熊。你说这个系列其实叫懒懒熊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拉拉熊，这只熊就叫懒懒熊。嗯。它还有一只，这只小鸡。小鸡叫什么？小鸡就叫小鸡。它就叫小黄鸡。反正这个懒懒熊总共有4款，第一个就是原味的，这个是牛奶口味的，那这个是这个是小鸡，小黄鸡，然后这是猫咪口味的，提拉米苏口味的感觉，这超像提拉米苏口味，而且超可爱的，超级可爱，上面还有抱一只这个它的娃娃，哇，超可爱的，我们今天让悠悠先转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这个，这只是从老的，你最老吧，所以你先转。好，从老的开始。第一个，你没有重复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一定不会重复。是提拉米苏口味的这一个，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上面有3条线的那一只吗？嗯，蛮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它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贴纸，是代表是正版的。对，哦，很不赖，超级可爱，好紧张哦。总共有4个图案，那我先来转这个好了。我喜欢这一只，还有抱一只娃娃，没关系，这3只都可以。好啊，我要转喽。好，找到小黄鸡，两个没有重复。小黄鸡这边有贴贴纸，小黄鸡。换姐姐，姐姐你想要哪一只？我这两只，这两只，这两只都可以。这只超级可爱，这只好可爱，转它吧。哦，是它。哇，没有重复，没有重复哎，剩下。压力给我很大耶。你最后一个又你只能转它出来哦。咖啡色的，先找人，下一只好像就是它，抱着小狐狸，你一定可以转到小狐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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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次就转完了，转4个，回去开箱，太强了，真的太厉害，我们一次就转完了，我们今天有剩钱，所以我被开放特权，可以转一个很贵的蜡笔小新哦。但好贵。其实我一直想转这个，不是每次他都说不行太贵，不行太贵，不行太贵了。渡边直美，我只剩下1款没有转到了。对，你现在不敢转，他现在不敢转，他怕等一下一定又重复。最后一款那个我没有很喜欢，那穿太多了，真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转蜡笔小新。好，希望我可以转到肥嘟嘟左卫门。我想帮你转，它还有肥嘟嘟走位门，然后蜡笔小新。哦，蜡笔小新有3种，它有总共有4种，还有一个是抱着。哦，抱着球，你最想要哪一个？它有一个眼睛亮晶晶的。你最想要哪一个？我都想要。好，那你转转看。如果这几个的话，我想要先转肥嘟嘟，肥嘟嘟走位门，肥嘟嘟。啊，我拿到了。抱着小白的，抱着小白的就是这个，超级可爱。回去再开箱给大家看。叮叮，我来开扭蛋，今天好少，就这样而已。叮叮，我觉得1、2、3、4、5没了。那天不是玩4个吗？怎么变5个？对啊，4个，一个是蜡笔小新啊。这个是你多抽的，真可爱哎。这为什么一直舍不得转？还好这次我们就一次转完了4种，我就有理由说可以转。今天转这组叫什么？不是蜡笔小新，今天转的是这个，这个是拉拉熊吧，对不对？对。这3只是一样的吗？只是它的装扮不同吗？是。对，它都是懒懒熊，只是它的装扮不同。然后这是小黄鸡。啊，是懒懒熊还是拉拉熊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都叫它拉拉熊。对啊，可是有人家都说它是懒懒熊。真的哦。嗯。那我们就先开蜡笔小新吧，完全不符合逻辑。好，我们就先从小黄鸡开始。小黄鸡好像不用装了。对，小黄鸡感觉它就是这样，而且它有个雷射贴纸，哎，正版的吧？正版的，对啊。它这可以打开，里面有东西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我觉得。对啊。这三丽鸥的啊，就只有空壳哦，这样只要50块，哦，不是100块。100块，原本是150哎。可那家只有那家只要100块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因为一般那个环保扭蛋都稍微贵一点。对，真的。它可是它这边有一个缝它会不会可以开啊？对，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东西。有可能。
开了，可以耶，可以开耶，太棒了。你不用什么，有他的小孩，他有对焦吗？有对焦，有对焦，正面长这样，背面是这样。嗯，我要开喽，你要开了。我有点失望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是空的啊，就是大家说明书。哎哎，这样子100块好像有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小黄鸡就不需要再帮他另外做别的配件啊，他就这样，他又没有哦，那所以里面是放配件就对，对，他就是这样啊。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上次转的那回力车比较好，这样100块，而且里面是空的，感觉拿起来比较就是少了点实在感，对，真的。那我们再下一个开这个好了，最经典的款式，没有什么装饰的。对，它最原本长的样子。它叫拉拉熊的经典款。懒懒熊，懒懒熊，它是懒懒熊。看一下。维基百科上面写懒懒熊。开。开。哇，它的身体在里面、欸，这样子感觉这个比较划算呢。对啊，因为小黄鸡就没有配件，超级可爱。你看它拿的那只小狐狸在这里哦。转到小鸡有点亏哎。对啊。可是如果你要凑整组，就还是要它。真的。它的身体。哇，它拿了一只猫，这只好可爱，这只我也喜欢。猫咪。猫咪。很可爱。它都是一直抱着猫咪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那可能是他的宠物吧。这组合有点复杂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，就装个耳朵。嗯、你 lucky 啊 ，lucky 啊你。感觉没有很困难，就感觉就是塞进去这样子。对，它有分左右边吗？有啦，你把他的耳朵放在后面的啦。放错了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帮他装上头，还有身体。好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，很大只哎、欸？超可爱的。我的手掌差不多这样，它长这样。可爱可爱，很大，这样子。开哪一个？你想要先看哪一个？我觉得 我喜欢，我还是喜欢这个颜色。这个吗？对。好，先开这个。它头好像被面包包起来。它看起来好好吃哦、喔。对啊，这个有点像面包。好，我来开。这个的包装都还有做虚线，还算蛮好吃的。有一些就真的很难处理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环保扭蛋是我们第一次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之前没有扭过像这样子。其实它体积比较大，后面这几个都蛮大的。对。哎，它这个是趴着的，是猫咪，这是它的身体。拿来装起来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装起来之后，这只一定很可爱。超级可爱。对啊，超 Q 的。是不是很可爱？超可爱的。这是一个猫咪的样子。嗯。它后面长这样，嗯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很大的头，够追够追，下一个白色的，开了，哇，白色的呢？对，白色的，然后这个粉红色就掉下来，等一下再看看它是装哪里，一样是两个耳朵跟一个身体。这要做什么啊？不知道，看不出啊，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地方有洞可以插进去。对啊，不晓得。没有，就这样。没错。是不是很可爱？超可爱的，是不是？很可爱吗？然后最后再来开蜡笔小新。对啊，再开这个蜡笔小新。蜡笔小新是我的童年哎、欸，以前我都偷看。你真的看了没营养的？因为我妈都说她不营养，不让我看。可我很喜欢看蜡笔小新，她每次讲话我都觉得每一句都好好笑。难怪。小白，小白，这样子。难怪你现在。漂亮的大姐姐，等一下有空吗？她都这样，超级可爱。难怪你现在也是没什么营养，没营养习惯会成一个惯性耶。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啊，跟我一样啊，我很有正义感。那我要开了，呵呵，开了。小白在里面，你看可爱的要命。天哪、啊，真的。我希望我下次可以转到肥嘟嘟左卫门。为什么？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，他是蜡笔小新画的、哦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他的身体，其实他跟拉拉熊是一样的概念。它还有另外三只，这就是肥嘟嘟左卫门。好了，哇，这个也好可爱哦，我好喜欢蜡笔小新。对啊，这超可爱，超级可爱。你最喜欢哪一只？
我最喜欢，我最喜欢这些玩偶后面那一只，就我。对，没错。啊，可是我不晓得，我们最近转扭蛋，不晓得各位粉丝还想要看什么系列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好，这影片结束啦！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都会发影片哦，记得要订阅追踪 Instagram 哦。追踪你的 Instagram 对不对？哦，都要哦。粉丝团要记得按赞哦。好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拜。Set my world on fire.